中国的美食不危险，我就减肥。午饭时间来了，今天午饭呢？回家的路上买了牛肉饼和肥饼，还有肠粉。上次我们学校食堂吃了肠粉嘛，感觉好好吃，我顺便又买了肠粉。哇，真的，哦，中国好吃的为什么这么多呀？那咋？我早上吃了那个一顿，然后心情很好，然后我想很洗被子。你们也这样吗？心情好的时候想洗衣服，想什么大扫卫生。我是这样子，奇怪吗？这是六块的，我们多了解多。有那种鸡蛋味。飞菜，哇，好多飞菜，这是14块。还有粉丝，还有你们，你们懂。我是你们，大家好，我也这么想做减肥，但是真的。中国的美食不危险，我做减肥怎么办？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个餐馆真的好吃，但是我发现上次我去的时候我去的很晚嘛，所以他们那个城下的路都给我了，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包的时候发现路没有上次多，但还是挺多的，18块钱的。是广东的吧？广东的朋友，那广东的餐馆更好吃吗？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啊，我想说那个杯子，我很想吃杯子。我这杯子去了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洗衣房，我们家里的那个洗衣机很小，所以不去了洗衣房，它是100块，真的好贵，所以我没洗，然后去了我们学校附近的我经常去的那个洗衣房，那里是70块。一个城市的物价也是都是不一样，是这个韩国也一样，对，每个地区的一个城市里面每个地区的物价都是不一样，确实。那么现在这个饼的话炸的吧，炸的那个手抓饼那种的话烤的是吧，是吗？你这么懂，好，那么爽，没吃。我妈妈爸爸跟我找视频的话，他们就是跟我说，看起来小时很幸福呀，这样子。因为我的脸越来越圆。那么一种你们也喜欢吗？就是说这个是糯米是吗？糯米不是健康的东西吗？是吧？不错不错，对，香。这个我没吃过吧，我很好吃，我买了之后忘记了。就感觉我是不是没吃过那个巧克力冰淇淋是吧，总是吃白色的冰淇淋。谁吃了？这不行啊，那个价格这样不行是吧？我操！打折的时候买了，原谅。这里面好也有巧克力。
巧克力中间都有小小的巧克力，哇，真的好吃啊！嗯，那么的，哇，双水果果皮的大枣呀！我有被震的，大枣，我真的好吃的。昨天忍不住吃了多餐了，感觉不好吃，没有不好吃的，都好吃，都好吃，这是柠檬味的。嗯，这个这里写着香草柠檬巧克力，能想象到吗？香草和不只是酸，掉一个水果酸奶哦，这次都是没有断掉，因为每次吃这个的时候都断掉，好像很多韩国人喜欢这个味。确实是好吃，但是我不是特别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来用，这个不是最好吃，可其他味差不多好吃。这个芝士味我第一次吃过，感觉这个也好好吃啊。哦，今天怎么啊？哇，这个芝士味真的很香浓。要这么好吃，嗯，看哪口，因为断掉了，所以再来一个好看的，再来一个，哎，这个也断掉了，嗯，嗯，好像喝咖啡，没有，没有奶。我很喜欢这个巧克力味道，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那个酸奶巧克力，感觉我这个更好吃。椰奶，嗯，但我今天为什么感觉芝士味更好吃啊？嗯，嗯，看好没？好吃是，这是都是为什么都是破掉了呀？哎呀，嗯，没有了，嗯，真的好香，最后抹茶味。抹茶，不是巧克力。嗯，真的这么香。我这个凉太有点香，那不就凉太。嗯，可是我要吃，嗯嗯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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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，真的最后 ，OK， 这个真的是甜品的问题啊。对，吃了吃了哦。嗯，慢慢吃。没有，没有。
嗯。